咱们科技参考的同学呢，时不时会在专栏里听到一些贴近生活的辟谣。这期科技参考，我们来说说小儿退热贴的辟谣。这是一个在各国儿童发热指南里都没有出现过的东西，包括中国也是这样，但却在各大医院、药店都可以见到。其实这个东西不但让孩子不舒服，也根本起不到降温的作用，严重的时候还会耽误治疗。孩子发烧感冒那是非常常见的，尤其是上了幼儿园之后，很多家长反映啊，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病在家里。而且这些孩子在发烧的时候，最常见的就是脑门上贴一小片退热贴。这个东西其实根本就不能降低体温。可是实际的感受呢，却不是这样的。当家长撕开退热贴的时候，当手触到它的时候，就自然的感到一股冰凉跟清爽。那为什么还说退热贴不能退热呢？实际上，那种清凉感是由薄荷、冰皮、桉叶油之类的物质对皮肤的刺激模拟出来的冰凉感觉。这就像辣椒素对口腔黏膜的刺激模拟了被烫伤的感觉那样，实际上口腔温度没有任何变化。而对退烧来说，只感觉上凉那是没用的，只有真正的把温度降下来，才能避免高烧带来的风险。还有人强调，退热贴上的说明书上说，是靠那层水凝胶锁住的水分给孩子降温的，当水分升温带走热量，体温就会下降。这个说法从道理上没错，但从实际使用的情景看，因为退热贴里携带的水分实在太少了，不可能有降低体温的效果。我们可以算一算，一个20公斤体重的孩子发烧，体温呢是40摄氏度，而我们的目标是让体温降到37，那么至少要吸收多少热量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呢？咱们假设孩子体内有 70% 是水分，让1公斤水降低1摄氏度需要吸热4200焦耳，这个呢叫水的比热。我们简单的再假设另外 30% 非水的物质的比热是水的一半，也就是2100焦耳，可以让1公斤非水物质降低1摄氏度。于是算完呢，结果就是 21.4 万焦耳。这个是给孩子降温至少要吸走的热量。实际情况呢，应该是比这个值高得多。因为人体调节体温的控制中心在时刻监测着体温是否正常，人在发烧的时候，那个控制中心就会以为40摄氏度是正常值，所以一旦发现温度有下降的趋势，就会指导身体以更大功率产生热量去维持40摄氏度。所以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热量 21.4 万焦耳只是吸热所需的最小值。咱们再来看那退热贴，我们呢按照比较大一片15克来算，其中水凝胶里的水重量按10克来算，把它从室温25摄氏度加热到体温40摄氏度需要多少热量呢？630焦耳。我们再把其他非水物质的温升吸热把这个效果考虑进去，再加一点啊，我们就按一片800焦耳去算，这就是一大片退热贴能起到的绝大部分效果了。所以要想退烧呢，我们至少得同时贴270片退热贴才可以。有人还说，退热贴可不只是水分吸热啊，还有水分蒸发带走热呢，这部分你可没算呀。其实你刚才留意听的话，就会发现我刚刚说的是，这就是一大片退热贴能起到的绝大部分效果。所以我给自己留了一个活口，就是留给水分蒸发带走热量的这部分的。之所以放在后面解释呢，主要是因为这部分热量不好衡量，因为退热贴的有一面紧紧贴着孩子的额头，另一面呢一般是无纺布或者聚乙烯纯膜制成的。尽管它是多孔结构的，但水分都在凝胶中呢，它的蒸发是非常不顺畅的。不信啊，你可以撕开一片退热贴，你就给它晾在桌子上，过24小时之后你再摸摸，你看还是湿漉漉的吧。哎，这就是水凝胶对水分的保持作用。这样完全开放式的晾晒24个小时都还有至少一半多的水分没蒸发掉呢，我们怎么能期待把它往额头上那么一贴，蒸发面积还缩小了一大半，还能有利于水分的蒸发呢？况且啊，孩子高烧退烧的目标可不是24小时之后水分蒸发带走了多少热量，我们期待的是贴上之后半个小时之内体温就得给我降下来。所以真正能通过退热贴里水分蒸发带走的热量那是微乎其微的，吸走的热量主要就是靠水凝胶里那10克尚处于室温的水分，让那些水分升到跟孩子额头温度差不多的时候，也就是800焦耳的热。但这点吸热能力对于退烧来说是杯水车薪的。可能对中学物理比较熟悉的人早就意识到退热贴的不靠谱了，他们的方法是用水擦身体，然后通过吹风把水分蒸发掉来降温的。这个方法啊，在几十年前曾经写入过一些国家的儿童发热指南里，但实际上呢也是收效甚微的。我们还是可以计算一下，我们按照30分钟内往孩子身上擦了100克的25摄氏度的水分这么算，我们看看这段时间里水分全部蒸发带走了多少热呢？这个参数中学物理没有，就气化热呀。但是我大概说一下，有助于你建立一个正确的比例感。就是如果我们把一份水从0摄氏度加热到100摄氏度，这个整个过程吸收的热量当做一份的话，那么同样是这份水从液态蒸发到气态，那需要吸收多少热呢？答案是 5.4 份热。所以蒸发带走的热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正确的比例感呢，也是最初有人用冰水擦身体被一些专家禁止的原因。我们可以算一下，冰水擦身体降温啊，可以被视作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冰水从0摄氏度升到25摄氏度室温所吸的热，第二个阶段才是从室温蒸发吸的热呢。
你只要知道蒸发吸热那吸走的量是巨大的，就会知道零摄氏度冰水擦身的降温效果只比用25摄氏度室温的水擦身的效果多吸走了大约1/20的热而已。为了这一点点的差别给孩子造成巨大的冰冷伤害，那是得不偿失的，孩子也不会配合的。那我们接着算啊，用100克的25摄氏度的温水擦身，它全部蒸发之后能带走多少热呢？在标准大气压下会带走 22.7 万焦耳。而我们刚才算过，要把20公斤体重的孩子体温从40降到37，需要吸走多少热呢？21.4 万焦耳。哎，你看这100克的水蒸发还真管用， 22.7 万还略微高出了那个 21.4 万呢。这也是最初人们以为温水擦浴物理降温有效果的判断依据。可是啊，他错了，实际上温水擦身的效果也是微弱的，不值得首选的。比如说在儿科领域，各国的教科书都普遍采用了尼尔森儿科学，这里就明确的说明了物理降温并没有效果。这里的物理降温就指的是用温水擦拭身体的方法。英国和加拿大的儿科协会也没有推荐用温水擦拭。美国的儿科协会呢，提到了温水擦拭，但他是这么说的，当孩子对退烧药不耐受或者过敏的时候，才可以优先考虑温水擦拭。这又是为什么呢？刚刚不是算过了吗？吸热的量是足够的呀。其实答案刚刚也已经说过了，人体本身还在根据情况调节体温。当人们在外部用各种物理方法降低体表温度的时候，身体收到了温度降低的信号，马上就会开足马力补充热量。我们可以算算30分钟带走 22.7 万焦耳的热功率是多少呢？126瓦。成年人慢跑大约是多少瓦呢？250瓦左右。像几岁的小孩，他是没法让身体的基础代谢在功耗上突然增加120多瓦的，没有这么多。但是增加几十瓦，这个能力还是可以达到的。所以给孩子物理降温实际上是这样一个过程，也就是你这边靠物理降温散走多少热，孩子身体那边再补充至少有一半的热量。我们刚刚算过30分钟蒸发100克的水，要知道啊，持续擦拭30分钟这是一件很累的活，但蒸发的热量有一半在这30分钟里已经由孩子自己的身体通过拉高功率发热补上了。父母如果这个时候已经累得不行了，停下来再歇半个小时，那么孩子体内恒温机制就正好把缺的这部分热量给补齐了。所以真的物理降温呢，一刻都不能停，得持续个几个小时。我们可以再回忆一下，那些在俄罗斯冬天喝醉酒的人，穿着裤衩背心在冰天雪地里啊，也能扛上几个小时，体温才最终维持不住。所以其实物理降温的效果，它只集中于皮肤表面，内核的温度也不会降低多少的。所以物理降温并不是完全没有用，而是想要有用的话呢，那真得卖卖力气，不能停止超过半个小时，要一直擦下去吹下去。这也是为什么最权威的儿科教科书跟几个国家的儿科学会都不推荐物理降温的原因。那高烧要怎么退呢？当然就是用正经的退烧药了。今天最常用的就是普热息痛，它包括泰诺林、百福宁、安佳热。更强效的退热呢，就是布洛芬，包括美林、甜茜。如果你认真听了上面各种降温跟产热的分析，就会知道要解决高温最根本的就是解决人体温度控制中心那里对正常体温设定值的错误。体温控制中心在下丘脑里，很多物质都会作用于下丘脑，然后由下丘脑形成拉高功耗还是降低功耗的决定。其中有这么一种物质叫做前列腺素 E2， 它在血液中浓度升高，当血液流经下丘脑的时候，就会刺激下丘脑升高体温的正常设定值，从原来的37增加到40。退烧药呢，大都是通过抑制前列腺素 E2 的分泌，立刻降低血液中前列腺素 E2 的浓度来降温的。所以吃了退烧药过不了一个小时，体温就会降下来，因为下丘脑把温度的正常值又设回37了。只有把正常值设回37摄氏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发烧的现象。但发烧呢，并不是病，而是身体应对细菌或者病毒感染采取的防御姿势，就像我们挨打的时候自然会手抱头一样。强行的降低体温，药物当然可以做到，但如果感染还在的时候总是强行的降低体温，实际呢是有利于细菌或者病毒继续入侵的。前列腺素 E2 之所以大量分泌，是因为免疫系统侦测到了致病菌或者病毒入侵之后，免疫系统整个都活跃起来了，各种免疫细胞之间的沟通协作的信号物质白细胞介素释放出来了，这才导致了前列腺素 E2 的大量分泌，然后下丘脑受到前列腺素 E2 的刺激调高了体温。当体温达到39-40的时候，很多细菌跟病毒分裂和繁殖所需要的蛋白酶活性大幅下降，它们增殖的速度甚至会削减 80% 以上。换句话说，身体就是靠着免疫系统的全面防御手段才让孩子从各种感冒跟感染中自愈的，而发烧呢，就是防御手段之一。正是因为只有解决了细菌或者病毒的入侵才能彻底解决问题，所以退烧药一般都是在孩子体温在38.5度以上，而且精神萎靡不振、烦躁、痛苦的时候才建议用的。如果感冒造成的只是37-38的低烧，一般来说只要让他们注意多喝水、多休息，家长注意观察就好了，强行乱用退烧药反而会延长感染的。好，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卓克，咱们明天再见。元宇宙虽然是最近一年多最热门的话题，但是咱们专栏啊，只在10个月前专门用一期说过一次，
而且那期还叫做元宇宙的一盆凉水。为什么呢？因为它前期的主体就是脸书对公司内部的新业务跟老业务的一个整合，只是因为脸书确实体量太大，又承诺了巨大的投入，才会引起震动。时隔十个月，咱们再次谈起这个话题，就是来复盘一下元宇宙的发展状况。简单说呢，如果你看大众的各种科技媒体，大概会留下一个印象，元宇宙的泡沫正在破灭。但咱们专栏呢，会起到一些纠偏的作用。泡沫啊，确实在破裂，但元宇宙相关的科技在稳步的进展。只是因为前期的泡沫太大，所以元宇宙的规模坍缩的有点让人啧舌。我们先说泡沫破裂的部分啊，来看两个比较大的第三方平台，他们呢都是在 Meta 提出元宇宙概念之前，就已经基于虚拟币搭建好的平台，后来成为了继 Meta 自家的那个元宇宙平台外的最大的两个，一个叫做 The Sandbox， 一个叫做 Decentraland。到了今天呢，一个日活在600左右，一个日活只有50左右。日活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登录并且有动作的活跃用户，但对应元宇宙的平台呢，第三方的统计，它统计的是活跃的钱包数量。日活50大约是一个什么水平呢？如果是靠内容吸引来配合广告展示的那种，日活50大约每天可以赚1.5块钱。如果是统计购买行为的日活的话，最多的盈利呢是前者的100倍，也就是每天150块钱。在元宇宙最热的那段时间，这两个平台的日活分别是4500跟2700，那相比这个峰值，今天的日活分别下降了 87% 跟 98%。 那这些平台都是干嘛的呢？其实本质上就是卖虚拟地产的，就是先在程序里指定有那么一片广大的土地，比如说100万平方公里，然后再设定一些地标性的建筑，高塔啊、渡口啊、古庙啊、体育场啊，然后呢再把地切成小方格让玩家来买。玩家可以买地标性建筑，但是呢那很贵，也可以呢买空地，然后自己再花材料钱，再在空地上设计新的建筑再卖。由于采用了 NFT 技术，也就是说每一个小格子的交易记录在区块链里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哪怕是空空如也的空地，那按那些平台的说法啊，每一个空空如也的小空格都是独一无二的。歌手林俊杰就在 Decentraland 上花了 12.3万美元买了3块地，大约相当于现在的85万人民币，不过现在呢价格已经跌去了 90%。 这两个平台在元宇宙爆发到今天一共卖出了多少虚拟地产呢？一个卖了2亿多美元，一个卖了1亿多美元。这两家公司的估值最高的时候都有10多亿美元的体量，但如今的活跃账户啊，每天只有几十到几百，这个起伏可以说是相当大的，泡沫破了。之所以专门拉出这两个平台说，是因为他们是典型的元宇宙泡沫，因为他们从诞生起就跟新技术无关，它只是把 NFT 这种非同质化的代币用图形界面展示了出来。这两个平台试图打造一个看上去像虚拟世界的 3D 世界出来，也许呢是开发图形部分的人实在是太弱太少了，也许呢是虚拟币大潮来得太猛了，真的没有人关心 3D 世界的精细程度。总之啊，他们刻画的那个 3D 世界，如果从多边形的数量啊、贴图的质量啊、光影的效果呀，从这些角度去衡量，大约跟20多年前60-70分的那种 3D 游戏是有一拼的，还不能跟那个时候的大作比，还比不过呢。所以一旦元宇宙泡沫破裂了，他们就是破裂的主体。今天游戏界有一类玩家被称为叫风景党，说的就是他们并不在意打怪升级推进剧情，而是流连于游戏里的风景。尽管这些游戏当初并不专门为了美而美，专门把景色做得那么优秀，但还是有些人在 3D 世界里迷失在美景中的，比如说《刺客信条》或者《巫师》或者 GTA， 这都是典型的代表。如果是这些游戏开发商看得像 Sandbox 跟 Decentraland 这种垃圾图像效果都能卖出2亿美元，那真不知道要作何感想了。但我们之前反复说啊，元宇宙前几年的核心还就是 Meta 公司自己的业务重组，所以就算第三方平台如何开始炫酷，之后又如何像泡沫一样灰飞烟灭，我们呢也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 Meta 公司，才能对元宇宙初期的发展态势生成一个正确的比例感。我呢先把结论说一下，在真金白银砸进去之后，确实有令人惊讶的成果产出了，那就是全身真实动作与面部表情的实时交互方法被 Meta 搞定了。这个具体呢我们一会儿说，我们先来看看总体的情况啊。从扎克伯格宣布改名到今天，一共投入了200亿美元，收入是35亿美元。这笔巨大的投入既包含了开发跟量产下一代跟下下一代的 VR 头盔的费用，也包含了 Meta 自己的那个元宇宙平台 Horizon World 的开发。这200亿美元呢，可以算是整个元宇宙的真金白银投入最多的，很可能比其他所有的企业投入的总和还要多不少。那这些投入的情况如何呢？ Horizon World 情况比较惨，这个虚拟的 3D 世界的精美程度跟上一段我提到那两个第三方平台是大差不差的。9月份呢，扎克伯格曾经在脸书上发了一张自己在这个平台跟地标性建筑的合影，于是就被网友给群嘲了。还有人把一张2007年家庭生活类模拟游戏叫《模拟人生2》的画面跟扎克伯格发的这些图片对比了一下，2007年的画面其实是远超这2022年的。我当时看了之后啊，都有点怀疑，不会这么落后吧？是不是扎克伯格有点不仔细，挑了一些不太好看的画面合影呢？我呢就特意看了看 Horizon World 的情况啊，专门看的是这个平台的集锦，叫做最值得去的5个地标性建筑。我看完之后啊，跟网友的评论就保持高度的一致了，
你想都已经是 Top 5的地标性建筑了，结果那个精细程度真的跟1999年的单机版的 3D 游戏水平是差不多的。那么新一代的 VR 头盔怎么样呢？2022年10月12日发布的 Quest Pro 这个售价1500美元，而上一代售价才400美元，所以这新一代合人民币快11000块钱了，可以说是价格高到了离谱。那提升在哪儿呢？如果从硬件指标上看，好像并不值这么多。比如说屏幕是从 LCD 升级到了量子点，而且还带了 mini LED 的背光，所以色彩质量会大幅的提升。分辨率提升了 37%， 刷新率小幅提升，从72赫兹提升到90赫兹，视野小幅变宽，内置的芯片组性能 50% 提升，内存从 6GB 提升到 12GB， 这些提升啊是不足以让价格从400美元提升到1500美元的。其实重要的提升在于新的交互设计和重新设计的显示结构。这个新的头盔厚度降低了 40% 之多，这次的 VR 头盔戴上去有点像比较夸张的大墨镜，而不再是像之前那种眼部明显突出的头盔了。我们说过啊， VR 头盔佩戴的舒适度是很难解决的，因为光学部分必须保证眼睛有10厘米左右的焦距，这是生物特性决定的。但这次呢，利用一个叫 Pancake 这种多极反射的方式拉长了焦距，削薄了机身。此外呢，就是把电池挪到脑袋后面了，所以这一代头盔虽然722克重，比上一代还沉了200克呢，但因为重量在前后是平衡的，所以戴上之后脸部的肌肉更不容易累。还有两个手柄上各带了一枚高通662的芯片，还各有摄像头监控周围的环境跟机主。头盔上还有5个传感器跟踪机主的面部运动跟眼球运动，传感器捕捉到的人呢，也就是机主啊，起码可以是一个表情真实丰富而且准确的人了。这个是扎克伯格非常看重的部分，因为虚拟世界本来就没法见面，脸就算是用图像技术渲染的多么逼真，那也是一个雕塑脸，这样的脸在交流中是远比不上一个动画风格但却有实时表情的脸的。而且追踪的还不只是表情，肢体动作追踪的那是非常到位的，比如说你屈膝跳，或者是直着腿跳，或者跳的时候勾着脚尖，或者分腿跳，总之啊，手柄跟头盔上的摄像头就像实时动作捕捉器那样，把机主的表情跟动作全都记录下来，并通过软件实时显示给对方。我呢，把一段实时表情跟肢体动作的动图放在了文稿中，如果你感兴趣可以点开看看。这张图是理解元宇宙目前核心技术进步的最重要的一张图。简单说呀，从前需要一个小的动画工作室，他们呢先需要铺绿的幕布，再给真人的20个关节挂上动作捕捉器，数据捕捉到之后再导出到图形引擎里，再渲染，这么一套复杂的处理，从真人身体有动作到模拟动画展现在屏幕上，这中间的时间延迟最少得几个小时，而且需要的设备还非常复杂，还需要多人的配合。而现在通过 Meta 的新头盔跟两个新手柄已经可以实现实时处理了。假如10个人都戴上头盔进入到 Meta 的 Horizon World，在这样的会议室里，大家互相都可以看到对方真实并且是卡通的表情跟动作。在交互领域，这一步的跨越之大可是非常令人惊讶的。目前发布的产品呢，还没有一个可以与之竞争的。1500美元的高价主要就体现在这里，但由于这个价格太高了，所以 Meta 认为这个头盔很可能面向的是有高规格要求的远程需求的办公用户。所以让我们先记住啊，元宇宙初期的泡沫已经破灭了，留下来最有价值的就是这个让人惊讶的全身真实动作跟表情的实时交互。Meta 明显是在这方面下了最大的力量，而且别看 Quest Pro 是刚刚发布的新头盔，但也并没有把他们之前积累的全部新技术都用上。 Meta 这一波积累的新技术还有很多喷涌而出，来不及整合到这一代头盔上的，这很可能呢是因为头盔硬件开发的时候还没有料到这些新技术会提前出现的缘故。所以这一波200亿美元砸下去，完整的成果展现大约要在2023年 Quest 3头盔发布的时候，那个时候相信啊，价格也已经会低很多了。最近扎克伯格接受著名的科技媒体 The Verge 的采访，采访时间长达一个小时，我呢就不啰啰嗦嗦复述了。大致情况是啊，扎克伯格对之前靠补贴到底卖了多少上一代头盔，他是很忌讳说这个数字的，也对股价下跌了 60% 以上这样的数字也很忌讳谈，也对记者追问几百亿美元的投入产出了什么可以用财务手段衡量的价值呢，对这样的问题是非常的不耐烦。确实这是他最难以启齿的部分，也是压力最大的部分。但我们从一个科技内行的角度去看，仅就全身真实动作跟表情的实时交互这一点来说，扎克伯格在未来20年科技界的排名就已经要比之前上升一大截了。只不过现在 Meta 确实面临着巨大的财务压力，如果他真的挺过来了，元宇宙就继续由 Meta 引领方向，细致入微且成本低的实时交互方案会一个接一个的出来。如果他没能挺住，这个技术方案也已经生根发芽，由下一个元宇宙领头公司继续沿着这个 Meta 公司的遗志走下去。好，这就是今天的科技参考，我是卓克，咱们明天再见。